着全站上椅子摇旗呐喊，抢看蔡英文一眼。这大进场，小英走了将近20分钟。副手陈建仁在高雄再度合体，黄金周最后冲刺选在港都当作起跑点。今年是选前的黄金周，咱选择咱的高雄来做这个由选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造势。我们会在最后的两天回到高雄，我的心挂念着高雄，我的人也会在高雄。预告还会再来，小英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将绿营票仓通通催出来。四年前我在走我们的台一线的时候，我也是走同样的路线，一直问台北这样走过去。今天一路上我是充满了感激跟感动。不只要完成最后半里路，小英野心更大，还要国会过半，一举完全执政。一个市长会使改变一个城市，一个总统会使改变一个国家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八年前，国民党完全执政，他们说完全负责，但是面对困难的问题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大选倒数计时，小英 Turbo 开到最强，从早拼到晚。记者张强，蔡英芳，高雄报道。